是我把整块猪肉先煎到金黄色，这样子不只可以去掉多余的脂肪腥味，也可以加上焦香味。然后豆腐是我用喷枪表面烧烤，这样子可以享受豆子的香味。那如果没有喷枪的话，该用平底锅先煎到金黄色也可以。还有这一次用到的猪肉片改成猪肉丝也很会入味。处理方式都是一样，要记得先穿烫，去掉它的腥味。希望大家享受很温暖的美食。